出埃及记第十四章一节，耶和华甲摩西讲：你吩咐以色列人滑倒转，安营伫比合希律的头前，密夺甲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勒西分，我近海边安营。法老要讲：以色列人伫地中找无路，旷野将因围困嘞。四节，我要予法老的心公义，伊要对赶因。我就伫法老甲伊全军的身上来得到荣耀，埃及人就知我是耶和华。以色列人就安尼行。有人报告埃及王讲，百姓逃走。法老甲伊的心腹就对百姓变心讲：咱准以色列人去，无去服侍咱。这个做的是啥物事呢？六节，法老就预备伊的车，带领军兵杀甲去。也带600张特选的车，甲埃及所有的车，各张车拢有车兵长。耶和华予埃及王法老的心公义，伊就对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靠大权力的手出埃及。九节，埃及人对赶因，法老一切的马、车、马兵、甲军队，就伫海边，我近比合希律，对着巴勒西分，伫因安营的所在约着。十节，法老近外时，以色列人也捌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真惊，向耶和华哀求。因对摩西讲：敢讲伫埃及无望地，你才带阮出来死伫旷野吗？你为什么安尼款待阮，将阮对埃及带出来呢？十二节，阮伫埃及敢无对你讲过，毋通插阮，出在阮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伫旷野较好。摩西对百姓讲：毋免惊，只管徛地，看耶和华今仔日对恁所要行的救恩。因为恁今仔日所看到的埃及人，的确永远无阁看到。耶和华要为恁交战，恁只管点点，毋通出声。十五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进前行，你举手向海伸过啊！将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伫海中行大地。我要予埃及人的心公义，因就坠落去。我要伫法老甲伊的全军、车、马兵得到荣耀。十八节，我伫法老甲伊的车、马兵得到荣耀的时，埃及人就知我是耶和华。伫以色列眼前行，神的使者坐来行伫因的后面。分条也对因的头前，坐来徛伫因的后面。二十节，伫埃及营甲以色列营的中间有分条，一边黑暗，一边发出光，通明两边未相近。二一节，摩西向海伸过啊，耶和华就用大的东风，予海水浸的提起，水就分开，海就成做大地。以色列人落海中行大地。水伫因的身边，正做墙壁。二三节，埃及人对赶因，发了一切的马、车、甲马兵，拢坠落去海中。到天未光的时，耶和华对云甲火条中，向埃及的军队观看，和埃及的军队混乱，佮和因的车轮落落，恶滴行，滴到埃及人讲，咱得对以色列人一面前逃走，因为耶和华为因攻击咱。二十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你向海伸过啊，予水倒挖来淹没埃及人，甲因的车、马兵的前头。摩西就向海伸过啊，到天一下光，海水照旧恢复。埃及人要避水逃走的时，耶和华将因车倒伫海中，水就翻流淹没车、甲马兵。遐对以色列人落海发落的全军，连一个也无留地。二九节。以色列人却伫海中行大地，水伫因的身边正做墙壁。迄日耶和华安尼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，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心思，拢伫海边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对埃及人所行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佮信服伊佮伊的仆人摩西。